哥哥出来宣示主权了。小世刚刚分享了哥哥新加坡的视频，以往哥哥弟弟都是错峰营业的呀，所以哥哥你是看到了这个所以生气了吗？但是你看我们弟弟跑得多快啊，不怪哥哥要宣示主权了，别人坐船不到两分钟，我们弟弟足足坐了3分50秒，咋样，把我们哥哥给气出来了吧？直接给你来个同款手势，跟弟弟当年合照那张一模一样，这是在 Q 弟弟回家拍照啊。看这 BGM 选的，我们一旦亮相就要秀个漂亮，这主权宣示的够明显了吧，看谁还惦记你的狗仔仔。不过宣示主权可以，你这动作也太危险了吧，合理怀疑你这是在吓你弟吧，你看没人扶着多危险啊，哈哈哈，国君一笑是真的。